No, not a typical romance. I don't like plans. 눈 봐주신 타이트. 디엔조아션러들은 쉬쉬마른 这感觉能多久？我相信也曾深爱的气氛，标准反复试探，心动缓慢，你的接近让我觉得突然，有一种心跳反常不安，神经变得敏感。 陈阳，明天下午2点，我等你。我看你怕是要白等了。这么自信啊？就这么自信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的债务需要偿还，但是我作为林芝的高管，公司的利益我还是要负责的。我可以双赢。那我们打一个赌。好啊。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100万佣金。那我要是输了呢？ 做我女朋友，成交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来看看我们的新家，我布置的怎么样？ 我厉害吧？你怎么也不给我商量一下，就自作主张搬过来了。你临走的时候不是跟我说了吗？让我自己做决定。怎么啦？不高兴了？我可是跟你打电话了啊，只是没打通。这下我跟你讲，你看啊，我的家庭虽然比你的原生家庭好那么一丢丢，但是你看冷暖现在跟着我出来到现在。 那就说明我的家庭也出现了问题，而且你愿意向我袒露你的B面，证明你还信任我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也在意你，我也愿意把自己的B面给你，展露给你看。 我很关心你的状态，其他的无所谓。谢谢。 就没什么表示。 我到现在还记得春露看我的眼神，那个眼神说明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。那你有跟他道过歉吗？既然你觉得心中有愧，那我们就去给他道歉。 我给他道歉，他会原谅我吗？你至少得先道歉，才知道他原不原谅你啊。其实春露心里很清楚，你并没有欺负他，他只是对你抛弃他这个事情感到难过和失望。我想当初如果你只需要跟他说一句，
对不起，我也很害怕。说不定他当时就原谅你了。或许这么多年，他就在等这句话吧。那我要是给他道歉，就属于承认了校园霸凌。那我舅舅怎么办？林志怎么办呀？这件事情我们会处理的。哎，郝田。 这老罗呢说他可以空出几天的假带我去碧湖湾玩一玩，你这样让我司命，你起来。你想让我们俩一起住，你就直说啊！哎呦，你好不容易谈恋爱了，我不得尽力推波助澜一下呀。再说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啊，出去放松放松，增进感情，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就算我想成全你，但是我们四个大人可以说走就走，小团怎么办？ 还我爸我妈呢，而且啊，这几天小团跟着白老师上课，哎，白老师说啊，可有悟性了，小团也挺开心的。你见过白老师，你先生了吗？没有，一到我看见他女儿了，那这女孩就跟男孩不一样，这打扮起来啊，太可爱了。哎呀，哎，我是不太可能再生一个了。哎，到时候你啊，年龄也差不多了，该生了，弄个四名生一个吧。 你多帮一帮，姐，我这恋爱还没有谈明白了就聊生孩子，你是不是有点过于着急？这事华姐知道。哎，你不要告诉我妈，你要是告诉我妈，我就不跟你去度假了。